我回医学院去了。不必，明儿一早跟本王会贴你。我还有事情。什么事？收拾行李，我的东西都还在呢。待会儿让下人过去收拾，你先休息吧。我就在隔壁。我的东西喜欢自己收，还有很多药材，下人不懂的。来人，护送王妃去趟医学院，快去快回。你要跟我去医学院？属下护送娘娘过去。嗯，那就有劳了。王妃娘娘，别。别什么呀？韩云溪微微一笑，打了个响指，侍卫便双眼翻白，靠着背后的墙缓缓倒了下去。他取出迷迭梦放在桌上，大步离开了。哥，把迷迭梦收回来吧。你不解释端木瑶的事情，无非是借机拒绝那个女人，都拒绝了，你何必不放手？哥，如果她真的是西秦皇族之后，唐门必杀她无疑。你们敢？如果她是，你比唐门更应该杀掉她。你别忘了，你母妃是怎么死的？她十有八九就是西秦遗孤。岂料，龙飞夜突然一把掐住她的脖子，一字一字警告：不管她是不是，她都是本王的王妃，她必须留在本王身旁。去告诉如意，少打她的主意，否则我不会客气。龙飞夜，你过得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吗？他如果过得了心里那一关，何必一直隐瞒端木瑶的事情，让韩云溪一而再的失望呢？龙飞夜微微一愣，他并没有回答，转身便往医学院去。